阿弥陀佛，尊敬的陈校长，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昨天讲到这个节俭。提到老子《道德经》上说的“我有三宝持而保之”，这个三宝可以保身，可以保家，可以保国啊。我们儒释道的教诲小到安个人的身心，大到可以治国平天下，小大圆融都是依循同样的道理，所以这些都是总持法门呢。我们时时要受持，时时就有受用了。儒家，君亲师，我们能时时关照，我这个念头，我这个言行，跟君亲师的精神相不相应？我们说"道也者，不可虚立也"。在道中就不在劫难当中。这一句话呢，对我们这个时代是重要的。这个时代无常变化。为什么外在会有这么多的无常？我们说天人合一整个自然跟人心是一不是二人心变化太快了，外在也无常我们看一个新冠肺炎，哇，对全世界的影响相当相当大，大到什么程度现在还很难估计你看这个变种印度有变种，现在南非有变种，其实这是爆出来的，没有爆的有多少种哇，我们假如随着境界会不会担忧哇，一直变，咋办呢？新冠病毒是我们所面对的一个境缘。这个境缘最重要是什么？考我们的心呢？新冠病毒在考我们，哪一个境缘不是在考我们的心呢？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一切皆考验呢。看而怎么办呢？对境若不是，我们面对这个境界，不知道他考我什么，铁定我要用错心了。假如我面对这个境界，知道他在考我不能发脾气我压都要把它压下去不能再
嗔心起啊，我火烧功德林了，压下去了，那也算不简单了，没有被境界转了。哎，知道这个境界考我放下控制要求的念头，这样我们才能过得了这个关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当下都在考试啊，所以对境若不是，须再从头练。我们可能在人世境缘啊，会感觉到，哎，常常会遇到很多烦恼的事情，哎，遇到的人不同，遇到的事不同，有时候烦恼的点是一样的。那遇到孩子会控制，遇到朋友也会控制，可能考的心上是一样的，人换了，事换了。就像我们以前做数学啊，可能考的是同一个类型的啊，只是这个人物换了啊，张三变成李四了，是吧？啊，橘子变成柠檬了啊，其实都是考加法的啊，所以对境若不是啊，须再从头练。啊，你真的考过了，哎，同样的考题不考你了。好，总是考我们呢，不能动心呢。一动心呢，就生烦恼了。啊，对己对人呢都没有帮助。哦，比方说新冠，哎呀，开始很操心了。可能这个操心就感染到全家人了，就像陈德，得失心很重啊，一考大学联考，全家陪着我一起感受考试的气氛呢，啊，还得陪我去考场，你看，哦，所以老祖宗留了一句话给我们了，以不变应万变的。以静制动，这一段格言别录啊，挺重要的，对我们现在人是一帖良药。我们整个外在环境啊，太浮躁了，每天变化很快，手机换款式了，iPad 换款式了，哦，Apple 电脑啊，还是 Windows 啊，又是啊，我也搞不清楚现在是多少了。哎，好像大家都在赶呢，都怕落后啊，都要新东西呀，显得都很浮躁。所以古人这一句以静制动，以沉沉静沉着，以沉制浮，这个自制啊，在传统文化里面是个重头戏啊，这个字叫对治啊，对治习气啊，布施对治悭贪，菩萨六度都是对治的，持戒对治恶业，忍辱对治嗔恚，精进对治懈怠，禅定对治散乱，般若对治愚痴。我们在每一个境缘呢，我们要用哪一句法来对治我们不安的心呢？
诸位同修啊，现在这一场仗啊，谁是主帅啊？自己啊，自助者天助啊，人的心一定下来，佛菩萨马上加持。人的心散乱了、啊，佛菩萨想加持，加持不上啊，魔得其变呢、啊。啊，尤其假如我们是做教育、啊，弘法利身呢、啊，那魔要障碍的、哦。啊，我们老师保持镇定正念，佛菩萨加持，啊，自己的善根不可思议、啊。诸佛胜利不可思议、啊、可我们稳不住心念呢，那我们有业力、啊、我们的学生也有业力、啊、会招感来这些业力、啊、所以众生业力不可思议、啊哦、所以这一念之间重要、啊、心正而后身修啊，心重要啊，身修而后啊，家齐啊。你说我们面对家庭问题，谁在心上用功啊？这是根本处哦。所以以静制动，这个静啊，我们学习的目的啊，首先要把心静下来啊。啊，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心不安呢、啊，会起烦恼啊。心安了，安了而后能虑。啊，你每天在思虑问题啊，很有灵感，很容易触类旁通。啊，我们有时候一思虑，越想越没主张，越想越犹豫啊，越想越担忧，那个想是顺着烦恼在思维了。这个虑啊，这个思虑要什么？是从知止，止于什么？止于至善呐、啊。我人生起的每个念头，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我的目标是什么？这叫知止。啊，我们现在人常说，我到底在忙啥？不知道自己在忙啥，那不变瞎忙了。人生最可爱惜的就是光阴啊，一去不复返啊，光阴不能浪费的啊。每一分每一秒用来做有意义的事情就是知止。哎，什么是有意义的事？看大学第一句话，每一部经论的第一句话都很重要。所以老祖宗不藏私啊，第一句话都是最重要的，就告诉我们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很有意义啊，提升自己，恢复自己的明德啊。佛家讲恢复自己的自性、佛性啊。假如我们觉得不知道在忙什么，那铁定不是往恢复佛性的路了啊。恢复佛性的路啊，忙的很清楚啊。所以佛法
老法师说，学佛啊，面对境界要清楚，每天忙什么要清楚啊。其实我们每天忙什么不清楚，自己有时候静下来也会担忧啊。哎，我到底在忙啥？再继续忙下去有意义吗？所以明明德是自爱啊，有意义啊。啊，亲民是爱人啊，很有意义啊。而且我们去爱人呢，要在明明德的基础上，要在自爱的基础上，我用我的明明德啊，去帮助别人恢复明明德啊，去爱人啊。就好像我要能安我的心，我才能去安我家人的心呢。我自己都安不了心，我去跟他讲话，我会把我这个不安的心传递给他。所以，有同修有问问题啊。问问题啊，其中有一个，就是问到这个过动儿的问题呀，待会再来回答。你说过动我的心安不安？他不安是一个果相，万法因缘生。其实你看佛讲话，一句话就把所有的情况都讲了。哇，这个佛啊，儒释道圣人的归纳能力啊，让我们不得不佩服啊。万法包含一切的情况啊，因缘所生。所以真正想爱人的人，他首先是先提升他自己。其实提升自己啊，就要花很大的力量啊，不能空过时间呢。有一秒念一秒佛啊，因为有一秒不念佛就打妄想了，打妄想就不自爱了，自己的妄想的力量就比佛号强。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啊！真正爱人的人，他是理智的爱人，首先他会提升他自己。勿使一秒钟空过，勿使一句话空说啊！假如没有这样用功提升自己这个爱人当中啊，不够理智，不够务本这个爱人当中啊，夹杂着自己的担忧在里面，夹杂着控制在里面。其实我们现在用心要用到纯呢，不容易啊！从心源隐微处啊，默默洗涤。有时候我们觉得，我的动机很好，我是善的，我想去帮忙啊，怎么结果好像不如我预期？可能我们的用心呢，不够纯正。我们昨天提到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我们有时候很容易被自己骗了，自己有夹杂，自己不一定承认了。我们看孟子的话，爱人不清，反其人，治人不治，反其治，理人不达，反其境。哎，这话很有味道了。你去爱护一个人，哎，跟他不亲，哎，是不是我这个仁爱心不够纯呢？是不是还是有带点目的性啊？我曾经有一个大学同学，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也有不少啊。那他有一天就跟我说了，他说我跟这个同学常常还打电话跟他联络，每一个月最少也有一两次啊。你呢，半年都不跟人家联络。奇怪了，为什么你跟他联络讲的这么高兴，那么亲，怎么我常跟他联络的都没有你这个味道？他有点吃醋了。其实说实在的，禅宗有一句话叫蜜在乳边呢。假如会关心的话呢，当他把这个话讲完的时候，其实他能关照自己的心念，他已经找到答案了。他去关心人家有求啊，他的人际关系目的性太强了。对方能不能感觉到？可以啊，人其实，尤其现在的人 ，very sensitive， 很敏感的啊。为什么敏感？怕受伤害。现在人为什么怕受伤害？因为缺爱。因为曾经被伤过，是比较敏感。这个我们从事教育工作很重要，因为我们得知其心啊，我们得了解现在小孩啊，我们面对的学子啊，他们所成长的环境背景，有时候我们接一个班，首先看什么？单亲的有多少啊？隔代教养的有多少啊？万法因缘生呢？这成长的缘分都会影响这个孩子的心理状况啊。所以爱人不清，反其人。治人不治，你带领一个团体，出现一些人事问题，是不是自己的智慧不够，没有慎于始，没有一些善巧方便化解这些误会，治人不治，反其治。理人不达，反其境。我看起来都有跟人家打招呼啊，也很外面看起来很恭敬别人呢、但是好像人家对我，也不是很热情啊。其实说实在的，我们在爱人，我们在治人。我们在礼敬人的时候，能不能以一个
无求的心来做这些事啊。有求的心其实都是我们这种功利目的性呢太强了。曾经也跟大家交流过，我们所成长的背景啊，都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大环境里面。我们受不受影响？或多或少啊。所以我们要能诚意正心的面对学生呢，我们得从格物下手。这个物欲里面呢，格除物欲里面最重要的自私自利，能放下自己，全心为学生想。有时候我们在付出的时候，首先念头起来了，哎呀，我今天这样帮他辅导啊，辅导多久啊，我有没有那个时间呢？你看本来要付出就稍微有点犹豫了，这是未来烦恼，就不能安住当下了。有时候你帮这个人帮了很久了，哎呀，我到底要帮多久啊？说实在的，根源还在我们的念头上。说不定我们这个还为自己的心一下放下了，啪，自成感通啊，对方就开窍了。哎，这个真相啊，自他不恶啊，也要我们自己去体会的。如人饮水啊，冷暖自知啊。那一天听一位老师提到了，他说啊，有一个同修啊，跟他说《无量寿经》非常好啊。他推荐他，要好好受持这一部经啊。他听了呢，他说我很喜欢《金刚经》啊，我很熟悉《金刚经》啊。那同修听完之后呢，就跟他说：“《金刚经》也很好。”他说他一听完了，他就很想读《无量寿经》了。后来就真的读《无量寿经》啊，读进去了。甚至于把一品一品都把它背起来。他事后想一想说，假如这一个同修可能说不行啊，要念《无量寿经》啊，有可能他就不是很舒畅，我还是读我的《金刚经》吧。所以有时候真的都是心地啊，这叫无心插花，有心插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金刚经》说，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呀。这个无心里面就是那种目的性要放下，那个控制要放下，要因无所住，而生真心呢。要预设立场了，我要达到什么目的了？那些念头里面都有贪嗔痴慢了。一切福田不离方寸，都是跟这个心呢是根本的。但是我们要自己体验过更有信心了。真的我的心转了，孩子跟我的互动就转了。
哎，同事跟我之间的状况也不一样，哎，学生也是这样。啊，我们自己有体验了，哎，对佛法这些义理更有信心了。所以佛经与僧呢，圣贤经典都是与僧呢，很深很广啊，深到内心深处，广到一切时一切处啊，这一句定静安律得在哪？在一切时哦。在一切处哦，我假如不在一切处了，我遇到这个境界没有安，没有思，正思虑、正思维，我这个是会做错的啊！我这句话讲错了，这个孩子跟我的姻缘就往错的方向在发展了啊，而且呢，越发展呢。以后回来，你要去解决的问题更多啊！哎，这个心用对了，哎，他就往好的方向在发展了。哦，所以我们儒释道这些经教，把它用上，真管用啊！所以我们要把心静下来那怎么把心静下来呢？那得找到让我不安的心是哪些因素啊？哎，身有所忿滞，不得其正呢。有所忧患，不得其正的，会担心未来，就会忧患了，心就安不下来了。有所好药，不得其正的，有所恐惧，不得其正的。这些心地的状况啊，只有自己清楚啊。师父领进门呢，修行还得靠我们个人呢。说简单不简单，说难不难，为什么？一念之间呢，肯不肯转？肯不肯放下的问题而已。从理上讲啊，不难。为什么？不觉本无啊。烦恼在哪？达摩祖师向二祖说：“哎，将心拿来，老身帮你安呢。”因为二祖说他心不安嘛。他一看，哎，找不到这颗不安的心呢。原来它是假的，密心了不可得，所以不觉本无啊，一定可以去掉，可以放下的。所以《了凡四训》讲，正念现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所以佛家的自性三宝，觉、正、净啊。我的念头都要跟觉正境相应，邪念就污染不上来了。正念能守住了，我就可以做主了，我不被境界转。那我们能做得了主了，我们的心能安住当下，不被烦恼转，我们就能够去护念到。身边有缘的亲戚朋友了，
哦，所以这些次第啊很重要啊。啊，欲爱人者先自爱，欲助人者先自助啊，欲救人者先自救啊。啊，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啊，以静制动，啊，我们学东西，只要这个心静不下来，很难把东西学深，都是走马看花，囫囵吞枣啊。啊，为学第一功夫。要降得浮躁之气定，这个功夫不简单。首先呢，不能被外在这些大环境影响啊。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啊，怎么办呢？不看电视，不看报纸。哦，不然呢？我假如每一天看看，哇，新感染人员88000，你看我的心脏会不会跳出来？昨天再看93000，啊，我现在呀、啊、想去哪都去不了了，嗯，啊，人家。法国说英国人不能过来啊！我现在想去法国都去不了。啊，你现在住在英国，到哪人家都不敢接受你。哦，随遇而安啊，不能跑就别跑就好了吧？干嘛那么执着呢？啊，在这里欣赏风景也不错啊。哦，所以下联居老居士说：“随处安闲呢、啊，自然何测啊？心能安呢、啊？安在当下的因缘，多好！哎，都是佛菩萨最好的安排，啊，让我立誓练心，啊，我不挑境界。”我们往往在这个境界当中都想着，哎呀，我换一个工作就好了，哎呀，我换一个主管就好了，哎呀，我换一个丈夫就啊不，都会在那里挑境界啊，所以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我们的心动了，心不动，事事是好事啊。哦，人人是好人呢、啊。啊，老法师是学华严的。你看我讲别人心动了，你看我也稳不住。哦，还是被境界转啊，因为刚好现场啊，我们有这个同学在参与课程啊，他笑得太厉害，我定不住了，啊，被他影响了。哦，但是定不住呢。赶紧提醒自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要稳住了，不能继续笑场了，不然这个戏就不知道怎么演了。哦，所以《楞严经》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修学的一个总纲领了。若能转悟啊，则同如来啊。就是你不被境界转，境界就被你转了。你不被对方影响，你又每天跟他相处，铁定对方会受你影响。啊，我们现在一般是什么？互相影响，但是大部分是不好的影响。你有情绪，他也有情绪了。哎呀，每天还得见面呢、啊，哎呀，挺辛苦的。啊，都不能被这些境缘影响了。所以以静制动，以沉制浮，以缓制急，急事以缓办哦，不然忙则多错啊。这件事很急啊，我们一下被他转了啊，就开始乱了方寸了。所以这个什么时候练中道啊？急得来，缓办；缓得来呢，缓事宜急干，敏则有功。不然你很和缓的事情来了，拖啊拖啊，拖到最后又临时又变成。很急迫了，那就变成什么？我们每天都在处理啊，急迫的事情，好，然后自己又很无奈，这个时候要反求诸己，还是我们处理事啊，常常把重要不紧急的事情一直往后拖了。拖到最后，它就变成又重要又紧急啊，甚至于是不重要，但是很紧急。你不去处理了，到时候哇，失去信任了，那也不行了。但它不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可是还得要去应啊。所以我们要在一切境界当中啊，认识自己哦。哦，可能这句话大家一听，我都三十几岁、四十几岁，我还不认识自己啊。自知者明，认识自己也不简单的。老子说的“知人者智”啊，“自知者明”啊。在我们面对一切境缘当中啊，我们才看得出自己的心理状态，甚至是自己的性格。我们看有些人度量大，我们说大度能容啊，有容乃大。一个主管度量很大，人家跟他配合很放松。主管度量一小，人家跟他配合很紧张，因为他度量小就容易指责别人了，那身边的人一定怕犯错啊。大家想一想啊，一个人做事很放松的时候做到，还是很紧张的时候做到？那铁定是比较放松的时候，潜力可以出来啊。越怕犯错啊，越会犯错。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端一杯茶，一直在提醒自己别撞到了，别什么的。还是犯了，因为他很紧张嘛，
当然了，假如这杯茶是端给我喝的，那我不能怪他了，因为我让他很紧张，呵呵，这个还得反求诸己了，哦。一个团体整个氛围啊，跟领导人的性格很有关系。一个家庭的氛围呢，跟父母的性格很有关系。这个都是无形的，随时存在哦。谁能感受到？这种无形是随时在影响家里的每个人，影响班级的每个孩子哦。假如我们都看不到，那真的孩子有一些状况出现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哦，所以这个《达摩祖师传》里面说，看那看不到的东西，听那听不到的声音，知那不知的事物，才是真理。这个话里面很有味道，有味道在哪？人容易着相，那个无形的东西呀，着相的人不容易感受到。哦，就像我们最近一直在跟大家探讨，我们能感受到孩子的心吗？心在哪？看不到。随时在作用，孩子的一个表情就是他心的作用。哎，他的笑容在减少，我们看到没有？他不说话的时候带点忧郁，他在忧郁什么？啊，不然呢？说实实在在话，十几岁的孩子，哎，像我们那个年龄，十二三岁还金斗天呢，啊，很天塌下来也不怕了，啊，还玩耍的，乐不思蜀都有啊。可是我发觉现在七八岁的孩子，哎，他跟你笑啊笑啊，突然不笑的时候，那个表情啊。内心有苦闷，父母有没有观察到？老师有没有观察到？哎，一个孩子的内心有苦闷，跟他把这个苦闷解开啊，大家想一想，他的学习状态会不会一样？所以，当我们产生执着了，哎呀，进度。考试，我们的思维都是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那种面对境界的感知能力啊，就会消退。不然呢，这种感知每一个人的状况啊，是我们的本能。本具的能力哦，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每一尊啊，清净海会的菩萨们呢，啊，整个十方刹土哪一个众生起什么念头，他们都知道，本能哦，也是我们的本能嘞。我们现在慢慢要给它恢复过来哦。当然，老法师讲到这里的时候说。我读到这一品经啊，我汗毛都竖起来了。哎呀，我不能起一个恶念呐、啊，不然极乐世界清净海会众菩萨全知道了。哎呀，这样很丢脸的、啊。哦，这个惭愧心起来了，敬畏心起来了。哦，我就想说，总不能我往生的时候
啊，这个来接我的菩萨说，哎呀，羞羞脸啊，你那时候怎么这样呢啊？哎呀，不好意思啊，哎，现在不能乱起念头了。好，啊，所以刚刚我们讲到这几句啊，格言，啊，以静制动，以沉制浮，以缓制急。啊，所以古人说啊，只有练心法，没有练事法。每一件事最核心的问题啊，是我们有没有把自己的心境提升。这叫立事练行。我们假如没有深刻体会啊，真的没有练事法，只有练心法，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就会着在做事上，忽略了我透过这一件事我自己有没有提升，透过这一件事我的学生有没有提升。啊，比方说教育局来检查了，哎，我特别去赶，学生也陪着我在赶，你说大家心境提升了吗？哎，成绩作品出来了，事做成了，心没得到提升，甚至产生烦恼。哎呀，累死了！哎呀，太赶了。哎呀，怎么做完也没啥意义啊，那作品就丢那里去了。所以你看，我们带着自己的孩子，带着学生，经历了不少事情，我们自己提升没有？孩子提升了没有？所以昨天有跟大家提到啊，现在的社会是越活越笑不出来啊。假如我们带着学生是在每一件事当中成长了，按照这个逻辑来讲，越来越笑得出来啊。所以今天我带这个班两年啊，怎么看我带的好不好？看我的学生有没有越来越笑得出来。哎，这也是一个指标。当然指标有很多了，哎，有没有越来越孝顺？哎，做事有没有越来越安定，越来越有章法？其实教什么？就教做人做事啊。啊，所以以沉制浮，以缓制急。这里面都包含着做人做事的心态原则啊，以宽制扁，这就度量了，宽容宽厚啊，啊，人家比较贬低啊，比较心胸狭隘，不跟他计较。好，那一开始跟大家提到，哇，那有新冠这一件事情，我们心不能随着这些转的。好，哎，刚刚讲了，在道中即不在节中。哦，我心都是正念的，这些邪的东西啊，影响不了我。啊，一个真念佛人。阿弥陀佛前二十五大菩萨随护其人，
当然大家这么听一听我讲完，好，我念着佛到酒吧去啊，跟人家交谈啊，可以，先决条件你的佛号没有断哦。你假如佛号会断哦，那还是别这么干。而且断了 就没有这个加持了啊、哦。所以啊，还是谨慎一点好哦。我们谨慎对待，但是心安，好好念佛、哦、就不再劫中了、哦、还有《黄帝内经》告诉我们，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个邪，任何新的东西也都是邪、啊、这些新的病毒、啊哦、这《黄帝内经》没有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新冠肺炎除外，没有啊。哎，你看我们老祖宗讲话很坚定哦。哎，这么坚定的话，大家敢说吧？哦，除非我们对这些真理很有信心呢、啊。大家有没有观察到经典里面的这些遣词用句、啊、不含糊的？啊、哦，没有模糊地带啊！啊、哦，你看孔子说的“勿欲速，勿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是很肯定的、哦。我们要接收到那圣贤人对真理的那种信心了，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啊，《金刚经》这句话有味道啊，就好像老法师教我们：你真发心了，不为自己了，你这一生呢、啊，佛菩萨安排，自己不操心。哇，佛菩萨安排了，未来不用操心了啊！这一句话一受持啊，身心都清安起来了，这一句法就有很大的受用啊！这信心重要啊，所有产生烦恼一定跟信心有动摇有关，这个我们可以去关照念头，要不对自己没信心，要不对他人没信心，要不对真理、对经教信心不够。刚刚我们强调，我们要自知啊。哎，我什么时候会起怀疑，信心会不够，我看到了，我才能放下它。我看不到，就随着这些念头啊，每一天常常在影响自己的心念。好，所以我们老祖先呢教的这些教诲啊，很好用啊，都是总持法门呢、啊。老子这三宝不得了啊，一曰慈啊，慈悲心不断扩大，心包太虚啊，量周杀戒，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人啊，没有我恨的人，没有我不能原谅的人。其实我们对人慈爱就是自爱了，我们不能包容别人了，就是不自爱了。
我们的心就纠结了，我们的心就有对立了，所以自爱不容易啊。那恶曰减呢？我们老祖宗教的都是什么心法？这个慈啊，对人要慈。这个心境入心了，对动物会不会慈啊？会呀、啊。哎，传统文化不是学一个会一个，那不对了，那是死的了。哎，从一个京剧里面入了那个心境了，它可以用在很多地方。哎，一节节呢，哎，待会我们来分析看看，它可以用在哪些地方。啊，我曾经听，我们华人有到非洲去做生意啊，非洲很多穿山甲，哇，他们不懂啊，哎，他烤穿山甲，请人家吃啊，哇，结果有一只穿山甲，整个身体都烧起来了，它整个还是卷曲在一起。扒都扒不开啊，最后实在没办法了，算了，换一只吧。当他把这一只扔到旁边去的时候啊，突然发现了，因为这只穿山甲怀中有他的孩子，他整个身体都烧起来了，他还是在保护他的孩子。哇，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啊，怎么还忍心去使众生肉呢？众生都有他们的伦理啊，哪怕是一只蚂蚁都有他们的伦理啊。孟子讲亲近而人民啊，人民而爱物啊，所以老祖宗教这些心法大用无方啊。我们一入了慈悲，他会在面对一切众生的时候提起来了。哎，我们感受到节俭的好处了，我们能用在一切境缘了。所以在养正训俗啊，这个是五种仪规，这五种仪规好书啊，诸位老师啊，好书好多啊，都是祖先的精华智慧啊，我每一次看着我书柜的书，我都觉得很对不起他们啊，他们陪着我走过了很多国度啊。在大陆啊、又背到马来西亚啊，现在从马来西亚又背到英国来，背了那么多年了，还没有好好看他们。所以我现在不求别的啊，就求多一点时间可以深入经藏。对呀、承德要深入经藏啊，才有东西供养大家。不然每一次讲的都一样。这样也很对不起大家的时间呢。像五种仪规啊，老和尚讲过啊，这一本书跟群书之要平等，哇，分量够重的。群书之要是开创大唐盛世啊，开创贞观之治的宝书啊，这个对于现在跟未来的世界太重要了。所以老法师说，找200人
三个人一组，因为群书治要有68部书啊，每一组三个人乘起来差不多200人，把这68部书啊都可以弘扬开来，每一本都是宝。为什么？那是唐朝最顶尖的大儒选出来的书，而且在这68本书再选它的精华啊，真正有去读过了，哎呀，太珍贵的书了啊！居然5种仪规跟它平等。好，后来我们一看呢，确实平等，因为呢虽然只有5本书啊，全部谈根本。真的呼应孔子那一句啊，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呢。首先养正，少成若天性啊，习惯如自然啊。人才一定要从小，甚至是从胎教务本啊。我们没有认知到这一个点啊，我们一直在办教育，什么时候开始？20几岁，晚啦，很难啦，我只说很难，不是不可能啊。我假如说不可能了，哇，很多人今天睡不着觉了，你看讲话不简单啊，讲话要考虑清楚，给人信心，不能。影响人家的信心啊，很难的。但是啊，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了。三字经也告诉我们，洛阳号82啊，魏大廷啊，魁多士啊，他82岁才考上进士啊。所以这些经典其实都很。每一个典故啊，很有意义啊，在勉励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啊，第一次接触啊印光祖师的教诲，那个书一打开啊，上海护国习斋法会，他老人家这一生。就出来这一次，亲自自己讲7天，有这样的这个，把它这7天呢、变成一本书啊，哇，那可谓啊，印光祖师给我们灌顶啊，他老人家呢，好像隔年。就走了，他一生的修持啊，透过这7天呢，和盘托出啊，护念众生呢、那书上有他老人家的墨宝啊，写着人皆可以为尧舜啊，人皆可以做佛啊。这句话的能量很强啊！承德初学佛看到这一句话，觉得加持力很大，尤其又是印祖的字啊，印祖的字啊，很工整啊，不是很漂亮那种字，很工整，每一个字每一笔都很用心啊，从那个字看得出来，真的那个字都在跟自己说话，都在跟自己说法。提到印祖啊，5种仪规里面，娇女仪规。
又是根本了。为什么？有好的女子才有好太太，才有好妈妈。没有好妈妈，出不了圣贤后代。所以印祖说，天下的安危，女人家操之一大半。所以诸位同仁啊，你们假如是生女儿啊，天下的安危啊，操在你们手中了。印祖这个话讲得很恳切啊。养正根本，教女一归根本。人存正举啊，一个地方的领导者影响这一方的百姓啊。所以有从政移归啊，教导这些官员的啊，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啊。还有一个是训俗移归，整个社会的风俗啊，随时在影响每一个人。我们小的时候，谁敢对父母讲话大小声呢？没人敢。他敢那么做了，整个街的长辈都骂他。哇，现在呢，对父母啊，大吼大叫，没人敢去插嘴了。这社会一直在变呢。我们不能呢让它继续下滑下去了。所以孔子说啊，天下有五不祥啊。这都是讲到根本的。应该跟大家讲过了啊。好，你们摇头。那要不没讲过，要不还没21遍啊。反正都要讲，再讲一下没有问题。有一天啊，鲁国国君呢就问孔子啊，因为他在装修啊，他在建房啊。我这个房子往东边建呢，吉不吉祥啊？孔子说啊，天下有五不祥，房子往右边建不算。我们看了很感动啊。你看孔子在护卫整个国家的百姓啊，他抓住任何机会啊，劝国君啊，真的是敬师敬重，退师补过啊。你看群书治要里面那个晏子治要啊，哇，很精彩啊。晏子啊，随时抓住机会劝这个齐景公啊，那个心是我们的学处啊。我们现在劝领导人劝一次，算了算了，不听算了。我们得敬师敬重，退师补过啊，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啊。这样我们在当下属啊，功德无量啊。当下属也是行菩萨道嘞。你看孔子，他对待国君呢，积了多少功德？魏忠达先生的公案就告诉我们了：君之一念，以载万民啊！我们今天在学校教书，我们教每一个孩子，希望他以后造福社会，那这个老师也是，他一念已在万民。我们这些故事不能白听啊，马上可以拉回来，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自己当下的
工作上用出来呀、啊。哦，哎，我们的学校是弘扬文化的，啊，我们静心，啊，去提宝贵的意见，这功德都很大，啊，哪怕没有被采用，功德都无边呢。啊，魏宗达这个故事已经给我们这个启示了，啊，佛门又有一句很可爱的话，发意圆成啊。用的是真心，功德圆满了。啊，大乘佛法论心呢、啊，不论事啊。啊，事有没有成，有它的因缘在。我有没有用真心，才重要啊。啊，所以这是五种仪规啊。都是抓根本的，所以孔子讲的这五不祥，从个人到天下，损人自益，而且损害别人，然后谋自己的利益啊，这个人呢太傻了，小人冤枉做小人，身之不祥。啊，弃老取幼，家之不祥。一个家里面都是围着那个小孩转，不是围着老人转的，这个家要败了。啊，这个只有溺爱，没有孝道了。啊，世贤，啊，任不孝。贤德的人不用，都用溜须拍马屁的人，国之不祥啊，也是团体之不祥啊。啊，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祥。这风俗啊，一直堕落了。所以这个训俗仪规重要啊，啊，待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训俗仪规中的一段很精辟的跟俭有关的教导。我记得啊，听过长辈说啊，哎呀，现在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我们管不了了。诸位同修啊，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啊？管不了了。当然这个管呢、啊、你该讲的要讲啊，该身教带动要身教带动，不能消极应对啊。毕竟我们是父母，是长辈啊，是孩子的真上缘啊，我们一下子弃械投降，这个仗怎么打、啊、养不教父之过啊，教不严师之惰啊，怎么可以说管不了不管啊？当然哦，这管也不能有执着、哦、你管教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跟管教十五六岁的能一样的方法吗？不一样啊。可是你不能不管啊，他每天都在那里打电玩，你能不管他、啊、你也得要有善巧慢慢改善啊。哦，所以我当时候听到啊，有同修讲这句话，我说你这句话不要再跟别人讲，不然会造口业、啊、因为你这么一讲呢，对方听了啊，对了对了，管不了了，会影响对方的态度啊！啊，再难，只要是本分，我们都要尽力去做。
啊，我们彼此要互相提起正念啊。最后啊，第五个不祥，圣人伏逆。啊，圣人不出来当官了。啊，愚者善权。哎，愚昧的人有福报，但是贪婪呢，随顺习气呀，在治理国家了。天下之不祥啊！更严重的是什么？错误的思想观念在教科书里面，孔子的书没人读了。圣人伏逆，愚者善权，这都在我们这个世间呢印证了。这个世界为什么乱？举个例子啊，著名的经济学家，教科书都有他的思想的，近代人的思想啊，要小心啊。他假如不是从祖宗那里学来的，他是自己发明的 ，very dangerous， 太危险了。现在的人看事情啊，看得太浅了，太近了。你看中庸一句话，人存正举，这句话亘古不变了。可是我们这100多年来误会了什么最重要？制度啊，为了在那里讨论用什么制度啊，吵得不可开交，把最重要的东西忽略了。制度是其次啊，人是根本啊，人要靠教育啊，制度不是最好的，人有德，这个政治还是能办得很稳定。你制度再好，人不对了，钻法律漏洞啊。哦，所以老法师用心良苦啊，啊，2019年了，几乎一年都留在台湾了。跟很多政治人物谈三民主义的精华啊，这个文字档啊，承德再发给你们。你说这三民主义我要学吗？啊，我提到三民主义，你们会不会马上？哎呀，那考试用的。三民主义里面有很多好东西呀。孙中山先生对中西文化都很深入的，太可惜了，我们把它拿来考试用，考着考着大家都有点烦了。哎，所以啊，经典的东西啊要善用啊，啊，你给孩子说背书，没有背下来不能吃饭。哇，他以后看到经书啊就很厌烦了。哦，不要这样挂钩哦，这个会有副作用哦。啊，不能用威胁循循善诱啊去带动啊。其实老人家都是把他一生的智慧透过一个因缘呢供养。顾念我们，随缘妙用啊，我们得看懂啊。三民主义也是个缘啊，你要跟政治人物聊，总要有个共同的话题呀。啊，在商言商啊，在政治言政治啊。啊，这菩萨四德啊，就包含我们怎么在教育这个领域行菩萨道，随缘妙用。随什么缘？你班上刚好有个过动儿啊，
随缘啊。哦，怎么没有用？你不能被他转啊。啊，你要有耐性啊，要有爱心啊，说不定你随这个缘呢、啊，你其他的学生的爱心啊，就因为你的身教把它唤醒了，哦，陪着你一起照顾这个孩子，静缘无好丑啊！啊，我们的学生以后也要经历，他有很多同学、同事有这些身心的问题，他会不会面对到？可能都会有。他什么时候学呀？顺着缘分，父母老师就可以教他了。所以刚刚说不挑境界，随缘呢、啊。当然哦，陈德讲的，大家也不要着在相上哦。因为每一个过动儿的程度不一样。假如说影响严重到班上的课都上不了了，那我们得就事论事啊。不然到时候你硬撑到最后昏倒了，是陈德法师说的啦。那我就罪过了。所以陈德什么都没说啊。你们也什么都没听。什么都没听叫真听。什么都没说叫真说。说而无说，啊，听而无听。这个无听啊，是没有听出执着，是理呀、明白了，心境领会了，没有着在这个文字，着在叙述的这个事项上。所以这个听经不容易啊，离言说相。离明智相，离心缘相，一听啊，领会了，就像啊，刚刚啊，跟大家提到，老祖宗教的是心法了，这个学会了，可以用在其他地方。我们看这个简字啊，《训俗仪规》里面讲了，人生福享啊，皆有分数啊。其实啊，这个人千金之产者，定是千金人物啊；百金之产者，即是百经人物啊，《了凡四训》也提到了，他这一生有多少福报啊？前世修的，除非他有大善大恶，不然一般呢、不会超出他的这个数啊。每天都有加减乘除，不大啊。有大善呢变乘，有大恶变除。这个就算不准了。所以惜福之人呢，福常有余呀。而且这个很重要哦。比方说我是60岁的命，可是我很节俭，我到60岁的时候，我的福报还没花完，延寿20年，可能我就活到80岁了。我的奶奶啊，40多岁啊就开始看医生了，身体不好。她活到86岁啊。为什么？非常节俭的。那一张卫生纸要用好几次啊。
走到哪灯关到哪。哎，真的哦，福常有余啊。哦，所以有两个读书人，同年同月同日生。结果他们呢，考试啊，考上秀才，那时间完全一样。啊，两个人感情很好啊，哎，后来出去当官呢，也一样的职位，但是不同地方。然后呢，就互相约定了，哎，是我们谁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啊，给对方啊。打个招呼，提个醒。后来呢，其中一个朋友啊死了，另外一个朋友啊赶紧啊赶来奔丧了，说：“哎呀，你走了，我可能也差不多了。啊，你假如有灵啊，给我提醒提醒啊，给我托托梦啊。”那一天晚上啊，他做梦了。啊，这个在《德育古鉴》里面都有这个故事啊，都是真实的。他那个朋友告诉他，我从小啊，家庭环境好，我比较奢侈，啊，用钱呢比较挥霍。你从小啊，家里比较贫寒，你节俭，所以我啊，福报花掉了。你还有很长的命呢，所以啊，确实是福长有余啊，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哦，今天这个孩子跟你2年3年，养成了节俭的习惯了，你利益他一辈子，甚至也还不止，利益他的后代。好，以后他妈妈了。我以前有个小学老师，我很佩服他。哦，这个老师的功德就在这里了。不是说煮一餐饭给你吃而已啦，吃完就没了。哎，这个还可以延续的。所以暴殄之人呢，意志清洁，浮华完了，路尽人亡。所以本来是80岁的命，太奢侈了，60岁花完就走了。是故老是以俭为宝啊。不止财用当俭而已啊。其实我们想想啊，俭就是自爱呀。不节俭呢，好多欲望累生呢。很累啊，你不节俭，买一大堆衣服，光是要穿哪一件就很伤脑筋了。你看我们现在出家多好，就这一两件可以穿而已，少伤很多脑筋啊。所以不止啊，财用当俭而已，怎么把自己的生活更简单呢？更没有负担呢？所以一切事啊，常思节色之意，方有余地呀。俭于饮食，可以养脾胃啊。你看我们现在都吃得太饱了，尤其晚餐还吃得太饱，你看睡觉都做梦，不安稳了。现在人呢，太多生活颠倒的地方，睡觉也颠倒了，吃饭应该是早餐吃得像皇帝了，中餐吃得像平民，晚餐吃得像乞丐啊。现在刚好反过来，早餐不吃，中餐一个三明治，晚餐我得好好犒赏一下我自己了。
那这样折腾，你说能折腾多久啊？所以吃七分饱、八分饱就好了，可以养脾胃啊，身心没有负担。减于嗜欲啊，可以聚精神。我们有很多这种玩乐的嗜欲啊，自己的身心都是耗散的。哦，你看那些打电玩，哎，一直看，打完之后全身没有力气了。清心寡欲啊，聚精神啊，减于言语啊，可以养气息飞啊，讲话很耗气啊，开口神气散啊，思多血气衰啊，人90%的能量耗在哪？念头。大家想一想，我们在那想不通的时候，哇，就觉得很累啊，这个念头很耗能量。所以为什么毗支佛15天吃一餐，阿罗汉7天吃一餐，他没有妄念了，不需要这么多能量了。所以养气之外，话说多不如少啊，言多必失啊，哎，反而讲错话了，招惹是非了。所以《易经》说，吉人之辞寡，吉祥的人呢，话不会太多。造人之词多，话很多的人都停不下来，他内心浮躁了，内心一浮躁啊，讲话会不够谨慎的，很容易就讲错话了。所以简于言语可以养气息飞，简于交友可以择友寡过。这个在我们这个时代啊，特别有意义啊。哇，大家想一想，现在我们用的微信啊、Line 啊、Skype 啊，这里面有多少朋友啊？每天给你发一个讯息，手机就噔噔噔。我们刚刚说定静安律得啊，每天都噔，你就要去看一下这个心怎么静啊，怎么定呢？哎，我们的心不能定静安律啊，会想做的话会做错事呢，那会恶性循环了、每天应对这些好累哦，来应对又不对，不妥当。现在还有交网友啊，哎呀，我都觉得光是你认识的亲戚朋友都要好好去关心了、都有我们的本分在啊，可能时间都不够了，还交网友，说实在的，内心空虚啊，容易向外求啊。那个黄念老啊，做个比喻很有意思啊。你认识一个人呢、就像在你的脖子上套了一个绳子啊。我想一想，我这个脖子都不够套了啊。哪一个人给你 say hello， 拉你一下，
你就动一下，啊，这边又拉你一下，你要动一下。哎，我们修行最重要的是禅定，一切法门啊，都是修戒定慧啊，因定才能发慧。每一天这个手机让我们心完全静不下来，我们就没有在道中了。所以我们要用手机让它来利益我们的大学之道，明明德清明，是我用它，不是变它用我啊，我被它控制的团团转了啊，每天什么不离不弃的是手机啊，啊，一机在手啊，天长地久啊，啊啊，一机不在手，魂都没有啊，啊，好像也做不了其他事的，啊，就再摸一下，再看一下，不行啊。所以老法师讲经的时候说，我把手机都丢掉了。哎，你们不要太冲动啊！哦，下礼拜就有人投诉我了。很多人听你说的，把手机丢了，我现在都联系不上他啊！啊，事情出了大事了啊！你要负责啊！大家看着办啊，看着办啊！哎，老法师讲这些都很重要哦，我们不能划过去啊！第一次听还考虑想扔掉啊。听到第十次了，就当耳边风了。老和尚为什么说不要看电视，不要看报纸？我们很难不受它影响。一看，哇，政治立场不同，火就上来了。怎么清净心啊？一看，哇，我小时候都听他唱歌了，他出什么事啊？非看一下不可了。那时间就这样一秒两秒，就是这么不知不觉就被偷掉了啊！等你翻开书想看了，哎呀，无量寿经讲记重要啊，可是现在已经10:30了，是吧？我还是先睡觉吧。啊，那一本书一直放在那里很久。我不是讲你们了，我讲我自己啊。总不能让这样的结局每一天重新上演了。啊，什么事都要下个决心才行了。叫苟日新啊，这个苟字就是展然备成合绝啊。啊，我不再搞轮回了，我不再跟这些五欲六尘纠缠了，啊，我要向觉悟走了。哦，所以朋友不在多啊，在知心呐，啊，在善友为一呀。哦，所以简于交友啊，可以择友寡过，啊，简于愁作。可以养生习老啊！啊，尤其刚好离过年不远了啊！啊，我记得，哎，这个还没学佛以前，过年挺累的，光吃东西就很累了。哦，你看那除夕夜那么多东西，啊，这吃到大年初三还没吃完。哦，一下子，哎呀，这个肠胃啊，几天不舒服啊，就吃很多油腻的东西啊，就简于愁作啊，就不要太多应酬，啊，有意义的去，啊，可有可无的尽量减少啊，啊，说实在的。我们去应酬，假如对自己跟对参与的人都没有好处，那何必去浪费彼此的生命呢？
人生真的要在时光当中啊做取舍啊。当然他请你去讲讲弟子规一定要去哦。啊，讲讲五伦八德一定要去哦。啊，简于夜坐可以安神舒体。哦，那当然不能熬夜啊，该睡觉的时候要睡觉，道法自然呢。其实自己都可以去感受的。最明显的11点以前睡跟11点以后睡，通通睡6个小时，11点以前比较有精神，11点以后好像有点缓不过来。你看这个就是要道法自然给我们的启示了。哦，当然你不要去做这种10点59分跟11点01分的哈，最好10点半啊，10点这更好啊，更明显啊。啊，简于饮酒啊，可以清神养德。哦，简于思虑。能量都耗在念头了，所以可以捐烦去扰。好，不常常乱想，多念佛，念着念着心清净了，妄念少了，事情自己想通啊。有时候硬在那里想啊，越想越没灵感。静极光通达，清净心现前，容易把事想通。所以说实在的，我们现在很多问题啊，就是不够老实念佛。真的够老实念佛啊，好多事可以自己解决。你念佛功德回向啊，好多事可以念着念着想通了。所以阿弥陀佛真的是阿且陀药啊，万病总治啊。但我们得念了，我们得吃药啊，就知道它的功效了。所以凡事省得一分，即受一分之益啊。好，如此逐渐省去啊，则日渐事之少，心上的累赘越来越少了。所以知事多时啊，知事少时烦恼少啊，事人多处是非多啊。啊，所以真正亲戚朋友一谈话，不兴事语啊，要再争论了。朋友之间是什么？敬业要群呢。很和乐，很合群呢。促进对方家庭的和乐。敬业对自己的道业都很尊重。彼此以文会友，以友辅人。互相互念啊，无敬业要群，无相聚以协谈呢。啊，礼行于朋友矣呀。啊，不能去聊八卦是非啊，污染了自己，还污染了朋友了。好，所以白香山诗云，白居易先生写到了：“我有一言，君寄取啊。世间自取苦人多啊。”老法师说的，人生都是自编自导自演，
自讨苦吃啊，啊，自寻烦恼啊，自作自受啊。哎，老祖宗这些成语也在提醒我们呢。啊，所以经试问呢，扰扰烦苦之人，果君属万不可以者乎？啊，这么去思考啊，当必恍然大悟矣呀。哦，所以谁有福报啊？放得下的人有福报了。啊，放得下想轻浮啊，啊，放得下呢，身心的累赘啊，就越来越少了。哦，所以我们看一个简呢，的心境可以用到生活的这么多层面呢，啊，这真的是宝哦，老子的三宝之一呀，啊，第三不敢为天下先，谦退呀，啊，这个就是我们第十讲的礼让。所以这个节俭呢，尤其现在讲究环保，节俭是珍惜自己的福报，也是爱护环境。啊，我们是地球人呢，啊，我们有一份责任呢，啊，爱护地球母亲。很明显的哦，一个孩子从小跟大自然很亲近，你不用刻意去给他讲，他就爱自然。一个孩子假如跟电器用品啊，跟这些电子产品常常亲近啊，他就跟大自然很难产生这种感情。他有时候会糟蹋动植物哦。所以圣人教的三大部分，其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呀，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天地鬼神，啊，我们要讲的这个祭祀啊，那就是人与天地鬼神的相处了。好，所以第十啊，礼让，啊，圣人教我们忍让、谦让、礼让，一路让到底呀，啊。没有竞争，君子无所争呢，啊。哦，诸位老师，你相信吗？不争可以过得很好吗？哦，会不会吃亏了？会不会没机会了？所以人啊，这个心要安啊，在这个世间呢，真的是要理得啊，把道理搞清楚了，他才安得了，啊，不然，啊，张家这么讲，李家这么讲，我们又被他们讲了，动了我们的心呢，啊，命里有时终须有啊，命里无时莫强求啊，啊，我们在座应该有无信的啊，同修啊，你们的始祖是泰伯啊，啊，吴也是大姓啊，你看这些大姓啊，他们的祖先都很了不起啊。你看泰伯重庸啊，把国家让给他三弟啊，哎，让了没了吗？让了跑到江苏一带啊，那个时候是蛮荒的地方啊，哎，语言不通呢，最后人家还推他当国王啊，这不是给我们印证的吧？命里有时终须有啊，啊，言中信，行笃敬啊，虽蛮末之邦行矣啊，真的有德了，不同民族人家也佩服你啊，
信任你啊。所以让啊是性德啊，大家都让啊，这个世界就没有冲突了。好，所以众上而言呢，如果能够具备以上这十种素质呢，学习到释迦牟尼佛和孔老夫子这两位伟大教育家的优点，就可算是合格的传统文化老师。真的这十种素质我们时时放在心上，那真的可以算是合格的传统文化老师了。这样的老师啊，能够真正承传古圣先贤的传统文化，并且发扬光大，以优秀的传统文化来造福人群，造福社会，造福国家，造福世界。好，那后面呢？还有针对一个事件老人家有给我们指导那这十种素质啊，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那我这个时间没掌握好还有两个提问呢不过还可以调整一下就是呢，这两个提问呢承德呢这两天找个时间回答发到群里面去提供大家做参考不然这发问的人还要等一个礼拜承德就罪过了那刚好啊下个礼拜呢是冬至依我们华夏儿女的习惯冬至祭祖我们下个礼拜的课不停这个我们一起学习也有功德也可以回向给祖先那承德是觉得很多因缘很难得，比方说三十系念。我们常常做啊，这个时代最怕的就是人在福中不知福。三十系念很殊胜的，这个叫宝王三昧啊，三昧中王啊，念阿弥陀佛是宝王三昧，整个三十系念就是以念佛为主啊，那个超拔的力量非常大。我曾经看在新加坡做完三十系念那个牌位一焚化，那个火烧起来了，西方三圣像就在这一把火当中现啊，那照片看得清清楚楚啊。哎呀，我太不敏感了，应该把那个照片要到就可以发给你们看了，我亲眼所见的感应不思议啊。怎么感应的？至诚的孝心呢，真的对我们已经离去的亲人还有我们的祖先呢有大帮助啊。但是要成就一个三十系念不容易啊。我们悟道法师、悟行法师这些法师们，他们做三十系念做得很深入啊，那个法会的力量很大，大家可不能怕麻烦了，跟祖先跟已经往生的亲人，我们不能起一个麻烦的念头啊。他们对我们的恩很大，其实就写个牌位，哪有多麻烦啊？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啊。
相信啊，我们这个诚心啊，那受益的祖先呢，那不知道有多少啊！啊，所以机缘难逢啊，真的知道哦、啊，我们香港佛教协会啊，明天开始19、20、21连续三天呢，往上30信念啊，都有开放给大家。但是既如在啊，既神如神在啊，啊，我们哪怕3天不能参加，最起码拿1天出来参加，啊，相信祖先都会因为你的孝心感应而来参加，那说不定啊，你的祖先里面有一念阿弥陀佛就相信了，你就超拔他去做佛了，那是不得了的功德了。哦，哎，我们极乐寺啊，下个礼拜也是做30信念，啊，大家珍惜因缘啊，我们在老和尚的福荫之下，很有福报啊，但是因为太有福报了，有时候会觉得很正常了。不够珍惜了，好，我们一起来掌握这个因缘啊，尽我们的一份孝心啊。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